金针它晒干的时候颜色很丑，那为了让它能够颜色变得比较好看，我们会加一种东西叫二氧化硫。那么尤其是像天气在很大幅度变化，一直在咳嗽感冒没有好，可其实有时候这种人你反而你是气喘的一个潜在的病人。那如果说吃了比较大量这种的金针，今天晚上8点钟，未来综合台健康好实在。